西的吃，很肥的肥，你赶快，适合你耶，我现在要看着你按订阅，快点，找到了没？我看啊，这个啊，好，按下去，按哪呀？这个订阅啊，很好。要怎么卖？一盒五十，三盘鸡翅看看。大翅膀。还有什么吗？啊，鸡脚一个。好吃的牛丸贝。熬玉米一只。那干嘛？390。这家的口感不错，又一点人跟他买。我是觉得它豆干卤的蛮够味的。不要，我觉得鸡爪跟那个都不错。好吃吗？对，豆干好吃。而且没有贵，我看这鸡胗蛮够味的，而且三杯味道很够。你现在吃什么？鸭翅，鸭翅好吃吗？好吃，有烟熏味。那、现在你觉得哪个最好吃？你觉得都不错吃，味道都很不错。完成，我们今天的午餐，今天吃辣炒年糕。好了。你是我的宝贝，想你的滋味，隐隐作祟。爱你孤身走过山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曾哭。采访你，这是什么杯子？史努比的双层杯。好，多少钱？钱不是重点，钱没有不见，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，就像这样。好，那第二个问题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你要跟你的粉丝讲哦，我有粉丝哦，有，就说你是第一个粉丝哦，我喜欢吃辣炒年糕。试吃一号，你不会烫哦？好吃吗，客官？好吃。哇！哦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香槟。我觉得那个有时候提醒的一句话很重要。我是 Siri Siri Siri。请问这位 Siri 为什么会说个名字？是因为你的名字吗？还是什么？就是我同学帮我取的绰号，因为 Siri Siri 哈哈啦，一直来着，刚好 Siri 就跟我的心地很像，所以就是。哦。现在算是宵夜时间。邱先生，你现在吃什么？喝酒。喝酒。你的酒嘞？烤火喝酒。烤火喝酒。还好有一华拿了这个烤炉来。哇，今天好冷哦。啊，终于要见你，怎么早起床？
今天总算看得出形体了，虽然还是有点微微烤焦。